大家也知道东南亚有很多那种吸金啊，然后用那种很多特殊的服务啊来吸引顾客上门哦。那今天呢，这家美捷公司啊是他们的周年庆，听说他们也寄出非常吸金的活动哦。而且啊，我的小编听到有这些服务啊，他们纷纷都举手说我要参加，我要参加。好，门太早 ，OK 哦 ，OK 啊，咩嚟嘅哦？太早 ，OK 哦，食埋哦，安尼 OK 哦，未闷，啱啱要面，啱要面，啱要面，要面，而家都嚟坏坏咯，对唔对？正，恭喜晒正，恭喜我，系矮少，系矮，要买咩银罩？买咩等等？咩等等啊？今日靓冇？公道。rồi bây giờ bây giờ l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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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ới đây hoài luôn hay sao? Để vậy chắc vậy thôi.这里没想到可以体验这么多的那个特殊的服务哦，真的是很有越南的风格哦，今天真的是很爽。